Hello， 大家好，我是秀仁。这位是古雨老师，这位是大侠武力。今天很高兴在我们投资黑什么的巡回见面会，台北场新兴产品跟两位老师相见。秀仁有问题想要问老师，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同台，就是想要问说是什么样的魅力让你们两位想要一起同台？因为听说你们两位是王不见王哎、欸。没有，我觉得这样子的误会应该算是非常的大了。因为呢，其实有时候在网路上啊，如果没有刻意安排啊，其实你是很难见到对方的。所以呢，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可以两个站在一起来跟各位投资人分享那个投资的一个心法，我觉得非常好。那大侠嘞、对啊，我跟你讲，我对古雨老师非常非常的敬仰啊，黄河是不是 黄河那一句话，算了，网络上 Google 我也太忘记那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在2019年我就有买古雨老师的书 ETF， 是不是大赢家？我今天有带来，你看我等一下那本书你可以看到它的翻的里面黄黄的，都是我的手字啊。哎呦，就抄袭你的啦！我抄袭你的，你这样子讲就严重了，好不好？好，我们书写好之后呢，就是希望可以让所有人都有启发啦。那刚好大侠呢也喜欢我那一本书，我觉得与有荣焉啊。那我好奇你们怎么看待彼此的投资方式？彼此的投资方式吗？因为你们其实都算价值型的投资人嘛，然后操作方式其实也雷同。对，你们算是要把对方当成敌手吗？还是当成可敬的对手？其实投就讲内心话就好。不是啊，投资这种东西呢，怎么会有什么对不对手的问题呢？因为你看证券市场里面又不是零跟一。对不对？我赚我的，他赚他的，而且呢，甚至我们两个的方式风格都非常的雷同啊，不是吗？像那个大侠这边的话呢，就是专情，其实看外貌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专情的人，连你身上看不太出来啊？真的吗？那我是个花心的人啊？没有，每一次都很专情啊！对，那事实上呢，你虽然是不同的投资的标的物，可是呢，我们对标的物选择的逻辑那个类似度是很高的，而且我们专情的程度也是一样的啊。对，喜欢一个好的标的物，就长久的去存它，让它发挥该有的一个价值哦。大侠，你看，也就是说低买高卖，什么时候低呢？它价值性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场做永久的布局或者闲钱的布局，看能放多久就多久嘛。像我就是放到我能够买房我就用资产换资产的方式那如果暂时还没有这个现金的需求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在那边当成现金流，也就是说股息 cover 每天，也就是说我们的资产之息 cover 我们的每一天。很厉害耶，还把自己的书名置入在里面。对，那秀仁想问一下就是前不久就是你知道吗，台股动荡，大家跑去当美股，想说不想要在台股当韭菜被人家割，就跑去美股被当韭菜割。想问这个有什么样建议，针对现在的一些理财小白们？我觉得啦，我们在投资商品之前的话呢，你要先把你的报酬率跟你能够忍受的波动率，你要先把它看清楚。然后呢，你要有一个观念你呢在台股里面是个小白是个韭菜，你不会呢跑到美股之后呢就变投资大师了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误区啦他会想说呢，我在 A 做的不好，那我是不是跑到 B 的话就可以翻身？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其实投资是有所谓的基本功的那你的基本功呢，在台股可以做得出来，那你到美股去甚至呢到日本市场去、大陆市场去，事实上都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市场不要一直换来换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好好的做自然你的报酬率就会出来的。就是结论要跟古雨老师跟大侠一样，专情就对了，专情就会有好的报酬是，专情也会有好的结果。我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闲钱投资然后我们选择的标的，选择这个长期的绩效好的绩优股跟这个绩效好的这个 ETF 嘛。那你买进怎么买？你就看今天有下跌，我们就用闲钱来做布局。今天有1000块，我们就买1000块；2000块就买2000块。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很多人他为什么他的资产可以长期的累积、长期的持有？关键就在于他使用的是闲钱他忘记了闲钱常常久放，他常常持有，就获得这个市场完整且长期的市场报酬。谢谢两位老师，然后也很谢谢我们这次的协办单位投一投信。如果说有兴趣再赞助我们的话，欢迎在那个email 给我们。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协办单位，就是统一投信的 ETF 团队副总张梅元副总。张梅元副总他就是赚美元的，所以今天才叫张梅元副总。另外邀请到 ETF 团队的袁永腾资深经理两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其实00757这档产品在我们频道里面介绍过很多次，而且观看数都非常非常的高哦。不过投资朋友们呢，最常在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就是问说，哎，这十档产品都很好，可是为什么要有阿里巴巴跟百度？如果没有这两档产品的话，他们就会加码再买进。针对这个问题，想要请一下袁经理帮我们说明一下。基本上指数公司在考量这个选择这个成分股的部分呢、啊，它还是要考虑到有所谓的一个代表性跟所谓的新创性的一个部分呢、啊。那目前指数公司认为呢，这两档中概股其实基本上还是具有一个中国的代表性的一个部分。那另外的话，其实跟这个相对于美国的这个本地的一个个股来讲，它其实跟美国的这个个股也有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那关于这个近期的一些这个相关美股下市的一些问题哦，那基本上指数公司这边也会持续做一个留意哦。那同一投信基本上是根据这个指数的一个编制准则去做一个操作，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调整哦。那相关的这些问题，我们也持续跟指数公司做一个这个关注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有一些相关的变化，我相信指数公司也会做一个这个适度的一个调整哦。谢谢袁经理的说明。其实因为最近啊，很多投资朋友啊，他就觉得说，哎，台股动荡不安，就想去转做美股。就去美股的时候，美股也动荡不安，就想说，哎，该怎么办？美股呢，好的时候就很好，跌的时候呢，就心很慌。像这一阵子，美股就很像在做那个荡秋千啊，一下高一下低的。所以针对这一点，想要问一下我们的美女副总、美元副总，想要问他一下，哎，想要投资，可是又担心动荡不安怎么办？还有怎么样看待后面的股市发展？那针对于刚才投资人的问题的部分，就是确实没错，最近的一个市场动荡不安哦。那其实，在10月跟12月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个市场针对一个通膨的议题，还有这个 Omicron 这个变异的一个病毒的部分产生。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所以最近的动荡不安，其实大家也看到我们的台股，其实在这段的时间已经今天又来了之前的一个创新高哦。其实所以说不管是真的美股或是台股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大家看一下展望明年，因为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2022年呢，其实还是可以延续2021、2021年的一个成长的态势。那只是说态势可能不会像说先前这么的一个快速，而是呈现一个比较缓涨的一个情况。不过像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做中长期的一个投资，其实都还是一个蛮好的趋势。但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震荡的部分，其实反而让投资有一个很好进场的一个机会。其实市场动荡不安，其实不用害怕，那反而造就非常好的、非常多的一个投资的机会。我想这个时点，投资也可以多多把握。谢谢美女副总、美元副总帮我们做的说明哦。其实投资人，你真的要有信心，每一次动荡的时候，就是你创造财富的机会的时候了。那谢谢张美元张副总帮我们说明，也谢谢袁永腾袁资深经理帮我们做说明。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